我就是一个普普通通这个下面，你还顶起高个位咋的？荔枝是我要吃饭，我不吃饭我拿个荔枝的，我天都往活下去了。我比一锅手一个残疾人，他就不那个了，他就不吃饭了。这就是差个手，其实跟正常的没得个区别。正常的你做过事我都做着了。从来没把我当自己当个残疾人，我从来都没有说的都是些大实话，不是我的孩子该读书，我也属于是个不良少年，专门打架的嘛，赔钱没事的，因为我们在社会上的见证太多了，特别大家是常识，人尽其身。哎，想起来就是怎么想的，就是买鱼没了，又不为个么是扯皮打架的，不看你在打架的时候，那碰一下呢？这就是扯皮，那谁怕谁呢？如果有七个人打你，咋样？七个打我一个，我不跑。下过那个人蛮实在呀，他是个自行车，他把是不是把那个擦了哈？是不是呢？他现在也是无聊，七个打不给一个之后，你不掉地椅子。我以前长期抽三个五，九十年代八十年代，他是一口气上来了，跟别个得火。如果不喜欢了，你把那个扯上皮，你要掉人的，打个招呼就够了。走，扯皮去，扯皮大家一个，到赢了那个的赔钱呢，到需要救援呢。那你是多少岁喜欢？二十岁以后就不搞了。不过我结婚之后就冒扯，安全了那个时候还个么子呢？你毕竟到那个岁数了，你还个么子呢？上班下班回去喝酒吃饭休息，一个人接手干，哪里都有贫富。你们别个怎么事呢？就像隔壁到隔壁，他们家穷一点，我富一点，有没用？你说别个怎么事呢？我那里去都是有街坊邻居，都去拿，都去挣钱。你真的要挣得到的，你还你也有那个手艺，有那个技术。我才六十岁，就是做事，每天做事。走啦！啊好。